啊，那个住了多一阵子，哦，这样，那过了安静有讲是，啊，这就是讲亚伯拉罕嘛，哦，这就是讲我刚刚讲的那些，就是他们回教，亚伯拉罕他后来。他成立了一个犹太教嘛，就是亚伯拉罕，大概就是他就是先生，后来两个太太。你这样子所以想这的，个是宗教的，这本是宗教的。你这样子小的字，你可以照下来了吗？你看得不行哦，不可能，就我是只能照着大字，照大字，照着大字。刚才你以色列嘛。哦。生性教所育，以那个我妈妈对这个宗教也蛮有兴趣的哦。对呀、啊，以前我不简报的时候我不知道，后来我简报了噻。他们讲3000年的仇恨到现在都还没有，前一些时候不是埃及又在那里杀那个伊斯兰吗？约旦河西岸波斯湾的大战，特别报道。以色列人嘛，热血以色列人，不懂台湾年轻，不懂台湾年轻啊，哦，犹太和解宗教，本来教宗是想到那个利比亚那些地方去跟他们和解，大家不要争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我两本呢，有的时候贴在这一本，有的时候贴在那。你说宗教，你有两本啊？这30年来有两本了。所以，吴妈妈，你实在是这个兴趣非常的广哦。那埃及基督徒示威嘛，心情真好。所以你每天看报纸，每天简报。哎，真是了不起。我从上班的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简。所以已经是多少年？50年嘞，起码也有30多年、40年。真正合法的不会啊，你第三世界，这是讲佛教的。这样。我每一种教我也研究，我也把它剪下来。这个是特别有趣的这些，我就把它图片，我就把它。特别有趣的，宗教新闻呐、不是，这是什么？图片。图片，也放在宗教这一个里面。就是，因为宗教你不能放一本摆那么多嘛。所以你就把它分开。一边一部分是，不够这个还可以做，还可以纸，还可以加进去。是是。你看这些都是图片，这些很有兴趣的图片。他说这个条鱼都已经没有尾巴了，只有头了，它还可以活得下去。哎呀，真是，生命力真强啊。是台湾的吗？还是哪一个？有一些我都不记得。这是老刘带小刘，龙凤胎，我以前有一张是请那个中央研究院历史，历史系的主。那个，结果找不到了，不知道摆到哪里去。柬埔寨的贫穷看到气球，眼睛都，他们很苦。他们没有看过气球。这是钱塘江。嗯哼，这些地方我都去过。
那都是大陆的。你去过大陆几次了？我以前差不多两年去一次，后来我爸爸走了，我就四年。你爸爸走了四年了？不止啊，我爸爸走了以后，我四年才回去一次。哦，这样。我最后这一次是去年还是前年去？嗯哼。这有的是国家大事，我也把它剪下来。嗯哼。所以您的这个，关注的议题非常广。有，还有那个，以前那个查理·戴安娜。嗯哼。现在戴安娜的儿子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嗯，是李文仪，李文仪是我一个干女儿的女儿。哦。这宗教有我，因为我有两本，我有的时候贴贴这本，有的时候贴贴那本。嗯哼，陈若曦那张这么年轻啊？对呀，那个时候，陈若曦是一个文学家是吧？对呀，他现在那这张照片看起来很年轻啊。哦。嗯。那他已经八十几岁了。嗯，这是教宗，这是天主教预言。嗯、预言也不对啊，他说。古预言新教宗天主教最后一任，他过世以后还不是又选出来了？说最后还要再报一次拉雅方舟，全世界都会被水淹了。嗯这是副官上的。吴妈妈多久看一，看多久报纸啊？一天？我一天呢，大概，我现在眼睛不好，我现在眼睛都，现在都是看大的字，有兴趣的我就看一下，小的字我都不看。哦。现在联合报没有什么看。所以你是订联合报？哎，我订联合报，我都想换。哦，想换成什么报？我觉得《中国时报》好像里面的资料多一点。哦，这些。那你《联合报》这已经看多久了？《联合报》看了三十几年了。哦。我退休以后我就订《联合报》看了。哦。你退休多少年了？退休也差不多三十年了。哦，这样退休三十年。